黄金电波面膜，因为最重要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胶体晶，胶体晶可以让你的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增生，这不就是雷射跟那个一些电波才能做到的，就是胶原蛋白增生的作用吗？第一个，它的用的成原分跟原料不一样；第二个是它的面膜纸是生物纤维面膜。好，那这个有两层的嘞，一样也是有两层哈。好，这有网纱的，我会把这网纱先好先拿掉，网纱先拿掉。欸、这个两个眼睛的这个，剩下我就会把它往里面敷，这样可以敷到那个你的那个眼袋，就可以再double。对，网纱是里面哦，是什么？生物纤维的面膜，能将精华液导入皮肤50纳米宽的深处，所以它可以导入到你的毛细孔内。它主要东西你是什么？神经酰胺，然后三生态抗皱精华，还有四种玻尿酸，然后跟天然的酵母。来哦，你要看它的胶，它的我把它全部倒出来哦，给你们看它的精华液有多少。有没有看到？拉高一点，它其实是低的。我看它是水状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吸收非常的快，而且啊，它完全就是你敷完之后完全不会黏腻，而且你撕下还是很湿的。我都是敷20分钟，叫我敷15分钟，我觉得太舍不得，因为它非常的湿。这样看到吗？看，你有看到吗？现在这是韩国的人，对。它根本就不会流动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对，它是勾的，它是很勾，它不会那个扩散出去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它像果冻，它很像果冻，所以这个就是敷完之后脸会很黏那种。它的吸收应该不好，你知道脚，我也都是由下往上撕因为这样才可以这样拉提。我给你看，你看它敷那么久，你看它保湿度都还在，看到吗？哦，精华液都还在上面。那如果你要一整组的3片黄金电波加5片皮秒面膜是 G0547，听到没有？所以我官网都有查，这个是5片加1片，总共6片。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勤敷面膜的人，一周一次也就够了。所以你这个你买一盒，其实用一个月。差不多，而且它真的一片的功效，蓝色的也是绝对是很多维持。对，蓝色的话，我大概都是蓝色的话，我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做完 AB 就是 AB 酸，其实我每天会敷，我大概连敷个3天。对，那这个的话，我会其中会有一天再加强用这个东西，大概是这样敷。那如果你想要连黄金面膜也试试看，然后皮秒面膜也试试看，一整组这个是3片，这个是5片，一共有8片。